下一个作品是梦幻丽莎发廊。阿珍，托尼老师，你真细的啊，来做头发都不预约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忙啊？进来啊。啊，你误会了，你的头发都一个月没护理了，你看看这个我都毛躁了，像个刷锅。不如改天咯，今天我要去外婆家。你怪怪的哦。啊，好啊，我也刚好很忙，改天过来啊。好，我真的好忙啊。快去忙吧，现在换个发型师怎么比又跟人分手还尴尬呢？咋还感觉自己有点渣呢？该跟谁讲，天空挂着一轮红月亮，梦里莎发廊。他说他家里很穷很乡下，只有山河河，没有别的工作。年轻的时候他被别人骗。 啊卡住了。不是，往前，不是往后。你好。Welcome to Jimmy Lisa Salon. Hi. OK. 你好，讲话吗，美女？对，我想换一个发型。OK, 有没有熟悉的发型师呢？没有哎，我第一次来。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里有总监、艺术总监，还有高级总监。哦，那请问你是？我是总监托尼。好，那我想要个高级总监。OK, good taste. Just a moment. Tony, 接待 over.Tony, 收到 ，over。来，靓女，请坐。啊，你也叫 Tony 啊？对啊，我们都叫 Tony。哦，怎么样啊？想喝点什么呀？咸柠七。咸柠七我们这里没有，可以换一个吗，宝贝儿？哦，有什么啊？啊，我们这里有手冲咖啡，还有茶水啊。哦，还有咖啡，那要咖啡好了。好啊，那我给你手冲一杯速溶咖啡怎么样？啊 ，Tony 完成 ，over。Tony 收到 ，over。Bonjour, madame. 你是？我是高级总监 Tony。 戴个帽子就高级了。这是一顶高级的帽子。哦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头发可以怎么搞啊。哇，平时喜欢看球啊？啊，喜欢罗纳尔多？没有了，我之前比较喜欢小卷卷，可是我马上就要去深圳打工了，所以想换一个发型。那你想要一个什么 feel 的呢？就是这种 feel。 美少女战士 Why? Tell me why。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厉害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换个红色的，麦当劳叔叔也很厉害。不要了，我表姐说小卷卷很土，我们换一个吧。 Absolutely right。 你表姐说的对，小卷卷呢已经 out 了，是吧？ Yes。 要不这样吧，我先简单复杂的给你处理一下。其实你的拳头摸你可以整体拉直，拉掉之后这边可以垫卷，然后整个在中间呢可以焗油，最后打包再加厚。啊，就这句听懂了。行，那我来了。好，住手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去外婆家了吗？托尼老师，怎么了？他是谁啊？就是一个朋友。我才是你的固定发型师。是的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固定发型师吗？托尼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咱先别乱啊，这位托尼老师能不能让我和这位托尼老师单独聊一下？ OK, no problem。 你先把你和这位托尼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再聊。托尼老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我只相信我看到。不就是剪个头发吗？我下次再找你剪咯。下次？别人碰过的东西我不想再碰了。怎么的？我脏了？是你的头发。你的头发是我的作品。
5年了，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？不是你不好，只是我想改变一下。我欧完了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新鲜感，我理解你。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找一个这样的发型师。咋了？说什么样的发型师吗？喂，你们两个不要打架啊！我们知识分子不打架。来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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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、啊！来、啊！谁快、啊？我第一块讲现成，我是第一块捡的。托尼老师，不是你根本啊！托尼老师，哎呀，托尼老师。帽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头发剪一半你就跑了，害我等你老半天。你回店里等我一下，我处理点事情。我你会让全灭掉？我就是准备跟妹点个麦，你怎么还跟妹都跟麦呀？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好了，就是搞个头发嘛，干嘛这么复杂、啊？好，你们剪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剪。你在这里，我们两个怎么剪啊？就是啊，你在这儿。他怎么剪我啊 ？OK， 我剪，总可以了吧？你的头发很脱肥，一根都不能动。就是啊。OK， 那洗头发可以吗？168，我家才38，同行不打折吗？这样吧，其实你没办张卡，可以享受我们100年的加工钱。168 ，OK OK。Tony， 洗头 over。Tony， 收到 over， 你们要洗头啊？托尼欧，强老师，你不是说你去深圳学美发了吗？你不是说你从佛山过来的吗？我撒谎了，你背叛了我，原来是在这里跟他学啊！因为他确实要技高一筹啊，他哪里好啊？强老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放下，你放，因为他的英语确实 very good， fine， OK， 我洗头发。老板，什么叫洗发水啊？我的习惯你知道的，用香皂。神经病啊！吓死我了。Calm down, calm down。放心，西大 police， 西大 police。我赶紧搞头发吧。OK OK。靓女啊，你之前在那发廊剪了好久。是啊，我第一次去发廊就是他给我剪头发，5年了。每次去他都会给我烫小卷卷，可是我想换个发型，他就说只有小卷卷最适合我。我明天要去深圳了，我怎么 ？I get to you. Don't worry. 以后他给不了的，我可以。你能给他什么？你能给他？张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给不了？我们还在洗头发，张老师，你冷静啊！该干洗啊 ！I got you. 你跟人家喊什么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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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你的头发。交给我来守护，我去给你调节颜色。Tony， 染膏 over。Tony， 收到 over。我的剪刀，阿珍，你干嘛？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剪。喂，你干嘛？给你修剪一下。不要了，这又不是在你店里。喂，深圳来的染发膏。哪里啊？好像周慧敏。有吗？喂，你东西都掉在地上了。什么啊？喂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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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我剪一下吧。放开那个女孩！移开你的脏手，不要碰我的作品。他曾经是我的作品，我是我妈的作品。那我是谁的作品啊？茂哥。我今晚要演出，你快给我剪！茂哥，你回店里等我一下。我还等不了了，快很快啊！我就要剪了。茂哥，哎哎哎，茂哥，这是人家店呢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店。就在这剪，喝你咖啡。那个茂哥，您要喝那个手冲咖啡还是要茶水？好。我们继续吧。靓女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不知道之前哪个发型师给你弄的，莫名其妙。怎么了？他的脸型根本不适合小卷卷。喂，他的脸很大，当然要小卷卷了。但是他脸很平啊，做小卷卷看起来像金毛狮王。嗯，怎么搞？应该总体拉直。拉直他不像刘欢喽？被剪短、啊。剪短就像马东啦。我觉得像洪金宝多一点。怎么会像洪金宝啊？洪金宝这个角度，我刚才觉得他像剪刀。礼貌吗？我还在这儿呢。对呀、啊。
谢谢茂哥。我也觉得像洪金宝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茂哥都像洪金宝了，那对他这一块其实很高兴。喂喂喂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大波浪，跟舒淇一样啊。我哪里像舒淇啊？至少是女生嘛。啊，也对，那就大波浪吧。哎，阿珍，你真的不要小卷卷了。不要了，还做金毛狮王啊？对呀、啊，茂哥都发话了，让你走。Tony， 嗨 Tony， 以后他的手法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放心了 ，Tony， 拜托了 ，Tony。没问题 ，Tony。Tony，Sorry， 怎么了？他明天就要去深圳了，我也只是他一个过客而已。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从我这个发廊走出去的人。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我去拿个东西。喂喂喂，怎么又跑了？我没有养宠物咩啊，搞嘛嘛摸呀，养有大照我家。我放心，猫哥，以后你的头发也交给我来守护。OK， 好。猫哥，你在哼什么旋律呢？如此的动听。我写的、哦。你写的。Musician， yes， 音乐家，是啊，我告诉你 ，I love music very much， 我非常非常喜欢音乐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没事的，我们组个乐队。很好，那乐队叫什么？好问题，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就叫大波浪吧。很好，大波浪啊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哎呀，不是说这个啦，就是他。大波浪！It's amazing, wonderful, Tony O， 这是。不然你以为我只会洗头发呀？阿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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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怎么样？哇，你要去深圳喽？关于你头发的一切，我都写在这里了。哎，给你遇到的所有托尼看，他们会懂的。不办卡？看下面啊，有颗爱心。谢谢你啊，托尼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，Tony。我的名字叫做蒋龙，欧建宇，任科，我叫茂。谢谢你们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蒋老师，你头发再不洗都干了，走吧。我刚刚忽然间有个新的灵感，我觉得那首歌可以叫《阿珍爱上了蒋》，不押韵啊，应该是阿珍爱上了阿钱。很好哦，那强是谁啊？阿强是我爸。